弹性。啊！这个是脸吗？怎么不见了？在这边吗？哦，我要先确定一下。OK， 在这边。OK， 好。这边蛮饱满，发质不错，有在那保养。对。可以这样摸肤质，对不对？哎，肤质。其实还要再往下吗？其实是蛮柔顺，但是有一点点。粗糙，柔顺，有一点粗糙感。对，这个对，是有胡渣感那种，对不对？就没有很滑，就没有很滑，就是有点 not so smooth。哇，哎，是摸到鼻孔是不是？好，来来来。哦，这个完全不合格。这个非常的粗糙，脸型有点不太对称，这个颧骨太高，一边弯。但被他亲完之后会很热。来，给他200块就要走。真的啊！叫他。我嘴唇干干的。你嘴唇干刚好，我来救。对，又瞎了。哇！人家也是荧幕初吻哦。不要羡慕，等一下就换你。经纪人，谢谢经纪人。闭起来，你不可以东西伸出来哦。我可以闭眼睛。伸出来的不要。不要闭啦，不要闭眼睛，闭什么眼睛？眼睛要张开哦。我要张开眼睛啊。对，不要死不瞑目的感觉，让你知道你是死在谁的嘴里。闭起来。现在观众越来越聪明了，伪素颜你们都会了，每一个人呢都化的妆都好像没有化妆一样的漂亮，可是真的呢跟你的阿娜达相处的时候还是有卸掉的那一天。那为什么阿娜达在触摸你的时候就没有那一回事呢？看起来皮肤粗，摸起来皮肤就粗粗的，甚至有一些胡渣感。为什么老师就是要拍我呢？因为你最有可能啊。你说胡渣感吗？因为妈妈，你现在小朋友还那么小，所以比较没有时间在保养上面，比较累啦。对啦，止不住的叹息。是，那到底这样子呢？这样子的惨况还要多久可以改善呢？请教刘燕老师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小凯老师。帅帅。今天为我们触诊的有两位大师哦 ，Kenny 夹了。是常摸过女生的肉体吗？没有很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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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直接，对啊，是老外不一样，最想摸谁？对啊，对啊，最想摸，真的摸谁？发自内心。其实我，你觉得谁看起来就那触感啊，皮肤啊，嫩弹，然后就是感觉就。皮肤很好，其实我从肉眼这样看过去，其实我觉得小优的肤质感觉不错。是错觉吗？听完他说小优的肤质最恐怖，是不是蛮亮的感觉，从这边看，可能近距离可能就不一样。哦，对，修饰的很好，修饰的很好。那谁最糟？谁最糟？嘉乐讲好了。最糟啊！看要得罪谁？现在啊，因为就谁让你看起来最不妙，你就觉得感觉以暗程度来讲，暗程度哦，那就是二楼中间那一部啊，因为上面的光比较没有那么好，对，好像因为上面好像的皮肤比较黑一点。暗沉这两个字完全是完结篇了，我只能说你完结篇了。什么？痛苦哎，这是健康，我们是晒太阳的肤色，时尚路线，时尚路线，是，好，我都不敢讲了。对，他们都很有自信啊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今天呢就要请教两位大师来整。救一下了哈，好，那个大师来，今天要蒙眼，蒙眼对不对？我要蒙眼触诊，蒙眼触诊哎，好 K 哦，好，哎呀，对呀，连戴眼罩都这么帅，真的吗？有帅到吗？来，第一位我们哈，来看看，好，来，好，伸出你的食指，食指，嘿，对 ，OK。对，我怕摸到不好的，没有啦，不会啦。我的手在哪里？怎么
这个有弹性的。啊！这个是脸吗？怎么不见了？在这边吗？哦，我要先确定一下。他会摸到在这边。OK OK， 好。哎，这还蛮饱满的，饱满哈，发质不错，有在那个保养。哎，对。可是要摸肤质，对不对？哎，肤质。其实还要再往下吗？其实是蛮柔顺的，但是有一点点。粗糙感，他说柔顺，有一点粗糙感。对，这个对啊，是有胡渣感那种，对不对？就没有很滑，就没有很滑，就是有点 not so smooth。哇，哎，你是摸到鼻孔是不是？好，来来来，第二位，我先。啊？这个。他在摸骨，其实蛮滑，因为没有什么，好像没有痘痘，都蛮 smooth 的。哦，是啊。可是为什么我的手有点黏黏的？哦，黏黏的。对啊，就有点。刚刚有一些东西在脸上吗？对，就是好像是油吗？还是哦，出油了。对，就我会有点，还是你的手出油了？对呀，还对，有可能是我的手。换人摸，换人摸。好，对。哦，这个完全不合格，这个非常的粗糙，脸型有点不太对称，这个颧骨太高，一边弯。有啦有啦。对，今天有。怎样？讲一下口感。口感。这个其实 QQ 的。QQ。对，很有弹性。好。但是呢。他是刚刚说油，我觉得真的是有一点点出油了，不是我的手，对不对？对，但基本上我其实觉得他的肤质，他们两个已经快要接吻了，又不就两个快要站在一起了，是，好，对，有点油油的，好，来，谢谢两位，好 ，OK， 谢谢。你们刚刚摸的就是妈妈啦，辛苦的小柔妈妈，还有那个雨桐，所以两个都不合格，对不对？请坐，两个都不合格。其实肤质不错，就是差一差那么一点。没关系，差那么一点。撞车了啦，可以先走了。差了一点点。然后他是因为他妆太厚，我今天就觉得你底好厚哦。没有。好油哦。你脸好油哦。你鼻子也是亮。可是这样不但厚跟油，而且它的颜色还扑。就是颜色怪怪的，会不会？浮浮的，对，浮浮的，没有她那种清透的那种少女感了。对，没有了，过了，感觉要去怎么过了？感觉要去刑天宫找婆婆那个婆婆一下，有一层雾，就是有一层。是因为我昨天跟方瑜吃饭吗？有可能哦，传染，有可能。可是好，说实在的，小柔因为现在小朋友小。而且他甚至24小时都要盯着他，对不对？基本上是要。那你根本没有办法做一个好好彻底的保养。嗯。更何况如果瓶瓶罐罐更多，他会直接放弃。哦，对。我就想说算了，我要顾小孩。然后还有一个重点，他的皮肤很娇滴滴，大家想不到。真的吗？是哦。对，他就是声音粗了一点，像男人。身材呢，像男人。More, give me more. 你现在抗压性好强。对呀。我今天素颜来，我本来就已经做好心理准备，当妈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，给我多一点。所以怎么办？他这皮肤容易过敏，又这个季节。完结篇啊，不会啦。而且他还想要拼第二个小孩，我想他老公摸都摸不下去了，还要再拼第二个，那怎么会有第一个？因为不小心啊，有一天。而且你知道吗？就是像我现在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就是我最近的体重突然掉下来哦，就是可能因为真的太累了，你不要这样好不好？你上下看这样好吗？可是没有，我观众也会问我怎么看不出来。有啦，真的比较瘦，因为我今天穿的比较那个，好像很大件，对啦，今天是 oversize， 所以看起来比较大。不是因为突然瘦下来，我瘦至少快3公斤，所以就变得是说，可能又加上没有成绩，不要一直偷笑，还扣人中。然后我觉得皮肤就有点垂垂的，哦，就可能瞬间公斤数掉下来，然后水又喝不够，睡眠又不足，然后前一阵子又去参加吉吉的婚礼，又无聊，不是因为太晒了啦，因为在冲绳很晒。是，所以就整个皮肤就已经进入就是快结局了，不会结局啦，而且
好了，过来过来过来。刚刚 Kenny 跟嘉乐还记得，我跟你讲，以前我都不会觉得你这么重要，你知道现在开始你是我好朋友，今天就麻烦你了。所以我等一下都不会再讲了哈。没关系，你讲，我今天都已经调整好了。不会啦，因为今天是他们两个讲的嘛，还、嗯、他们刚刚触诊有听到吗？我已经记住他们两个的脸了。他说你出差，他说你出差，我都记起来，在我的小脑袋笔记本我都写好了。是他们两个讲的哦。Yeah. 等一下我们让他在摸的时候，不摸了啦，不要摸了。他们绝对会改观。真的吗？你回去，你老公就会。再拼第二个，马上好啦，没关系。那我哎呀，对啊，怎么办呢？今天只帮他准备两瓶东西，这么简单，就是他洗完脸之后就这两瓶，这样够快吧？很快很快，我最喜欢这样子了，就两瓶就可以解决了。先解决第一个问题，他刚刚谁说他粗糙的？稍微，我现在帮他把粗糙变柔顺，可以吗？其实就是这一瓶，这瓶呢看起来很大瓶，对不对？它很大瓶，但是它是一个水导精华。什么叫水导精华？就是它又有精华液的功能，又有导入液的功能，重点又有化妆水的功能，就是所有你想到的，在乳霜之前可以做的，它都做到了，全包了。所以你就已经把省掉了几个品项了，三项，对啊，三瓶了。你后面就只要用乳霜，因为手皮肤很干，所以后面那个乳霜不能少。好的，对。然后这一瓶呢，因为他们刚刚说你有点粗糙嘛，平常你重提醒他讲老师，不是，因为平常如果是你们在家里啊，你可以用手直接使用。好，但是我要先搭化妆棉来用，原因是它里面有3%的杏仁酸。杏仁酸是做什么呢？帮我们把停留在皮肤表面的一些老废角质，就是你摸到的那个部分，先把它清除掉。哦，对，所以我会先搭配棉片来用。可是我有点，就是脸颊有点小过敏，酸类 OK 吗？它只有3%，所以是很温和。那所有的果酸里面，只有杏仁酸它是亲脂性，所以亲脂性就是亲肤性。它有小孩子，亲近皮肤，所以呢很温和。好的，好，我们先擦。什么？味道好闻呢，这质地好水润，很水，对不对？味道好特别哦。它有一个像玫瑰的味道，因为里面舒服，对，玫瑰香，有玫瑰精华，香，嗯，它不是那种香的耶，嗯，这个品牌其实就是标榜无香精啊，无酒精啊，然后在家里的，如果你没搭配棉片的，你就可以用手。然后按摩还是对，就直接涂抹就好了，不用按。对，不用按，因为呢，我们只是要让它里面的那个杏仁酸发挥作用，把老废角质带走，然后呢，把它的玫瑰精华呢渗透到肌肤里面，发挥它保湿的功效，然后还有基本抗老的功效。好，这样呢，第一道就完成了。哦，就有差嘞，差好多。你看它的第一，我们只差第一道。哦，从眉毛、眼睛也是一高一低。然后你看它的两边的法令纹，法令纹差最多。好啦，第一道你看效果就很好了吧？很好。接下来只要再一道就好，就是乳霜。那如果呢是比如说刚刚因为雨桐油嘛，如果是雨桐的话，你就只要晚上用它就好了，因为它非常非常润。那比较偏干一点的肌肤呢，你就可以早晚用，而且因为它延展力很好，你看我用一点点哦，可是我可以推全脸。欸，有哎，味道真的也是舒服，很舒服吧？这里面怎么亮亮的？嗯，它是它的光泽度，它有一个光，有亮亮的，有对不对？对，好聪明，它里面有金箔，哦，有金箔，对，它是利用金箔来帮皮肤做一个抗氧化跟传导的作用，把呢跟刚刚前一瓶的水导精华，它不是有大马士革玫瑰精华，这一瓶也有，但是它还加了一个呢玫瑰果实的萃取，然后刚刚那个是玫瑰花瓣的萃取嘛。它还有玫瑰花水，因为它这里面是非常浓缩的，所有的玫瑰精华，从玫瑰果实、玫瑰花瓣、玫瑰花水，通通的成分都在里面，让皮肤呢可以抗老。比如说你刚刚讲的松弛的部分，我都没有按，但是它自然就会紧上去了。而且我觉得这边好像有人一直在这样拉我的脸，因为它的分子做的够细，所以当你一涂抹的时候，它就进到那个肌肤的底层，然后慢慢的渗透之后，你肌肤就越来越紧，越来越紧，越来越紧，所以你就可以不用按。简单吧，太简单了吧。Would you please
你刚嫌他那个粗糙嘛？来来来来，让我让位，让你来。你这样边这样撸一下，发抖。这个有杀气。接下来不用生一个，再生两个。我两个哎，是你要跟他生吗？不是哎，不行啊，不行。对，肤质状况改变差很多，这边就会很光滑，很幸福的感觉哈。然后这边完全都。它其实很有弹性的，对。哎，这边你觉得这样压，你看它这样压，你就可以感觉到这边比较对，有点弹 ，Q 弹的感觉。对，然后这边就感觉很多久没有男人这样碰一点？嗯，大概三年多吧。哇，我回来呀！小柔妈妈，赶快好好保养吧！每天只要简单的步骤，少少的时间就能重回滑溜少女肌，让老公不摸你也难哦。然后这个我自己的用法是，我会在手上先把它搓搓搓搓搓，然后不给他用，就你手被很干吗？没有，给他用就对了。我尤其是秋冬天，你擦保养品的时候，最好有这个加热动作。加热的话，那哈哈哈啊，这样不行啊，我怕我这样会有我的那个口水。弄在脸上这样搓，我们是加热，在手上搓，不要在脸上搓。你手上一搓完之后，已经它其实有温度的，你再放上去。如果你在脸上的话，你是直接在脸上加温，反而会那个摩擦力是伤害的。